Hello，晚上好。感觉咋样了？我现在好多了，比之前好多了，就很虚。歇歇觉觉睡不够的一个荧光海。谢谢龙马精神病的一个荧光海。谢谢全糖阿拉斯加挂件的一个高级马卡龙，祝你今晚做个很甜的梦。谢谢荧光棒。Hello，Hello，我吃了，我刚吃了点。谢谢觉觉睡不够的一个夜蝶，祝你要睡个好觉，然后要梦到我哦。撑不住，没有硬撑，我好几首歌都没上了，是吧？哦，好像也就两首，我不记得，我不太记得我哪些没上。谢谢单腿的一个荧光海，感觉我软软的，没有力气。是的，我听起来有一点虚弱，是吧？火柴梗是真的，我上台之前就已经不行了。我当时就在想，我能顺利跳完吗？然后顺利是顺利跳完了的，但人不太行。我吃个啥？糖吃了，吃了糖没啥用，就吃完糖还是觉得眼前眼冒金星。谢谢无糖奶盖绿茶的一个荧光海。对，我撑了一整场，基本上一整场公演。调光亮度，确实，却有点站不稳了，就是下去缓了好久。晚上好。没有硬撑，没有硬撑。就只不过想到很久没公演了，就觉得比较那个，就是如果能跳的话就跳一下，这种感觉。谢谢11的20个荧光棒，谢谢奶茶。对，换金真的很累。谢谢要开心快乐过每一天的一个荧光海，谢谢。你们今天看公演了吗？好晚啊。火柴梗主要是比较久，就是它时长太久。看了，好看吗？看我，好看吗？谢谢退堂鼓表演艺术家的一个荧光海，谢谢。好看啊！谢谢一只吉祥物的一个蹦迪，谢谢。谢谢学不爱姐姐的一个高级马卡龙，祝你今晚睡个好觉。想梦到我就梦到我。谢谢来自远方的小猪的一个荧光海，谢谢。谢谢老哥隐姓埋名的一个高级马卡龙，祝你今晚睡个甜甜的觉。这个写字吗？谢谢头痛患者大聪明的荧光海。我写了个零，他不让我写零，好过分！他为什么不让我写零？我为什么第一个想到的是零啊？因为不用写啊，很简单嘛，就不用写了。我可以写什么？零，这个零太难写了。甜甜，那他肯定一下猜到，不过我也一下猜到他的了。我看到他在哪，我就知道。对，我也太了解他了，虽然我们不熟。
谢谢下雨天的你和我的一个夜蝶，祝你今晚睡个甜甜的觉，要梦到我。如果你每天寝室都在，我真的要举报甜甜。昨天我说我不动不了，我要洗澡，但是我就是不想动嘛。然后甜甜就说我帮你洗，然后我说不好吧，不好吧。然后甜甜就说没什么不好啊。然后我过了一会儿，我逗逗，准备逗逗他嘛。我去之前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来，你帮我洗。我甜甜说来呀、啊。然后我说终究还是我输了。终究是我输了，我玩不过他，最后还是我自己洗的，不然呢？啊，怎么了？你们想让他帮我洗啊？也不是不行。我的内心不够坚定，哪方面不坚定？他帮我洗比较舒服。你怎么知道他帮我洗会比较舒服？是寝室都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天天在干嘛，天天在说些什么。不不不，我跟你讲，就是我让他帮我洗，到最后永远是我怂，不会是他怂的，一定不会是他怂，永远都是我。你怎么当真了？我就会这样说。啊，我就是很嘴炮，你们还不知道。对，我就是那种嘴强王者，嘴上就是说得很厉害的样子，其实很虚，就这种感觉。我帮他洗也不是不行，谢谢狗东西的一个蹦迪，谢谢狗东西。我们真的不熟吗？这个就你猜嘛，说太多就没有意思，还是要留一些，给你们留一些想象空间，是吧？对，你试试，你品，你细品。他们游戏都是什么游戏啊？对，我们除了互相帮忙洗澡之外一点都不熟。好像不如不解释，好像我这个解释不如不解释，单纯的洗澡关系。谢谢猫南北的一个荧光海，谢谢，挺好的，上王者了，哈哈。哎呦，是情侣名啊。又多了两对 CP， 我只看出来一对，还有原来那对，我榜一，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太甜了，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谢谢老哥隐姓埋名的一个蹦迪，
你们的 CP 是怎么找的？你们是说 CP 弟弟吗？然后就有 CP 了？好非主流啊！我怎么这么懂？是个人都懂吧？我16G还好，我有时候挺2G 的，有时候挺4G 的，不好说。我帮不了你们，你们自求多福吧。红娘业务，这个东西就是都是缘，就不能说我强迫你们在一起，对吧？强扭的瓜不甜。可以跟主播组 CP 吗？可以啊。可以啊，啊？为什么不可以？我很甜，还好吧？我只知道我很虚，我的身份好多变，确实，我可以是你想的任何，是吧？今天做的发型我不满意。就这样吧，有没有可能我虚起来特别甜？啊，太虚了。CP 名叫啥东西？侧脸很帅，我正脸不帅是吗？我正脸不好看是吗？原来你们就不想看我正脸呗？行。我没脸见人了。哦，你说这个发型，这个发型特别好看。啊！我要闹了！我要闹了！你们说我不好看、啊？我要闹了！后脑勺直播怎么好过分啊，什么要求啊？我在用什么姿势直播？正常的姿势，人类可以拥有的姿势。扎起来的尾巴好狗哦！你说狗就狗吧。今天的截图满意吗？小黄鸭吗？拍立的很好看，你买了？这么快？怎么这么快就收到？哦，我发很满意，一般般吧，你继续加油。不能太让你们太自信。你前几天收了一张，是最近的吗？榜二像在主持婚礼。我的这个榜二多少有一点尴尬，是吧？榜二，我安慰一下我的榜二，
看起来有点孤零零的。你当电灯泡，照亮他们。我今天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已经业务不熟练到忘记介绍自己了。我就像就是大家都认识我一样，就是充满自信。在河里，对，河里太小了，是吧？那我以后都不介绍自己了，也没有说一定要介绍自己，是吧？队友为我欢呼尖叫，我的队友非常捧场，我都没有机会回报他们，我只能让他们帮我洗澡，保持神秘。对，以后就。哦，要多看我几秒，行吧？那我说慢点。我就说说，我肯定会怂的。今天我们队的有点原形毕露。哦，确实，我们今天大家有点放飞自我的，着实是有点放飞自我的。是的，我是里面唯一不嗨的一个，显得我格格不入。是听得很清楚，而且下面有回音，就是没有观众的话，下面是会有回音的。拒绝不一定是吼，也是你们有时候太优雅了，太冷静显得格格不入。我有观众也不一定嗨得起来，我是那种很难嗨的人。我是那种可能全场都在嗨，我一个人非常冷静的人，这种感觉。对，观众他阻挡了那个地板的回音。对，我喜欢看别人嗨，我自己不嗨。因为虚吗？怎么就过不去了？怎么啊？怎么就过不去虚了？烦死！讨厌死！要闹了。对，有点不舒服。算了，我现在撒娇对你们都没有用了。谢谢世宇的荧光海，谢谢你。有用啊？没有带美瞳，我今天没带美瞳。我骂不动你们，我今天骂不动。我状态好的时候我才能骂人，我现在骂不动人。你们要不自己骂骂自己，就改天我不那么虚了，再骂你们。我知道你是。不骂不骂，不困。继续，继续，不够狠，就这。
不就是不是有点太 easy 了？我就不来了，天天骂就没意思。谢谢奶茶。那你们骂我，今天眼妆好看是吗？我今天没画眼线，是不是我不适合画眼线？我今天没画眼线，尝试了一下，我真狗，没画，我下面贴的睫毛。是吧？没画，我拿睫毛就当眼线了。我发现我画了反而显得我眼睛太精神了，过于精神了。高情商，哎呦。高情商哥特风，低情商烟熏妆。什么摔倒了要我扶才能好？是吧？你们，一开始想去找 iPad， 找了找，给你们放放音乐，就不那么孤独。直播玩手机哦，对，我忘了直播玩手机啊，我怎么忘了，我怎么忘了呢？我的长发，我飘逸的长发，我要把它，我受不了我今天头发了，我觉得做的不好看，可能是我前一天造型在啊，可以的吗？好看的吗？好吧，可能是我自己觉得不好看。对啊，就是觉得不好看。好看啊。好看的你都撅嘴了，看公演回放，我瘦的，瘦了吗？你们嫌弃我瘦，今天阿姨也说我瘦，阿姨说我瘦了。瘦成啥样？你们嫌弃我？好难过呀！你们嫌弃我？瘦成一道闪电。这个给我们换衣服的阿姨说我瘦。其实我今天公演之前，就是我们
录视频嘛，我们很早就去剧场了，然后我们录视频嘛，这个事情你们不要说出去，太丢脸。就是我其实，就是我身体很差，然后。然后录完之后就很不舒服嘛，可能昨天没怎么睡，因为很早就做核酸，然后人又睡不着，身体也不舒服，胃又痛，然后我就有点虚弱，然后我就下来，我就不太行，然后我就反正就不太行，然后后来吃了一些药，就是上的过瘾。但我又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就是让人家觉得我你们那是吃药上公演很丢脸。孩子要面子，就跟你们说说，就我最近胃很不好。晚饭吃了的。我觉得挺丢脸的。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就是给自己安一个那种努力的人生，就你懂吗，就是一旦你有一个努力的人设，人家就会觉得这个人除了努力一无所有，就这种感觉。所以我很不希望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人设，虽然我也不努力，但是我觉得吃药坚持上公演这个行为吧，听起来挺努力的，但我不希望这个是我，人家想起我的点，我宁愿是别的东西，哪怕是变态都可以。定义这种东西怎么说呢？你不想被定义，确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被定义，但是外界看到你就是会去定义你，就等于是记住你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方式也许对你有用，也许对你没用，也许对，反正但是对人家来说没什么用，他只是记住你的一个方式。我只是不希望大家觉得我好像就很努力，你懂吗，就是那种感觉。而且标签哪有那么好撕，标签就是那种定死了，你想撕掉标签你得花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摆烂一点，我挺摆烂的。谢谢娇娇睡不够的一个蹦迪，谢谢娇娇。别想那么多，开心做自己。主要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不想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天天你活在这个环境下，每天有那么多人看着你，对吧？我又不是什么，这什么破空调。哦，开错模式。啊！你没有叠词好，你不喜欢叠词吗？我给自己压力太大了。其实不是我给自己压力大，是自然而然的一些，因为你总会去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对，我确实是特别做自己的一个人，但是我也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不矛盾。过敏？没有没有，我被那个充电器戳到有点痒。对，你在这环境下不可能不在意别人的看法，说不在意都是假的，你不在意你就不做这个了是吧，
你做点别的，你可以不在意。看奇怪的东西，我跟你讲，我这个还是没有看的情况下，我要是看了什么，可能也不一定就想的更多，但是说我现在是没有看什么的情况下，对，就是我平时看的也就我自己抄话，偶尔搜一下自己名字，其他的没什么，我也不知道有啥。晚安。我只是会觉得不喜欢，不希望就是人家对你印象是努力。谢谢领奖的一个高级马卡。谢谢你，祝你今晚睡个好觉，做个好梦。那我自己哪来这么多奇奇怪怪想法？很正常，就是你在这个环境下，你一直就是你做这个，你总得希望自己就是发展越来越好嘛。那你看到自己发展一直都没有多好的时候，你总会想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对吧？就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想？不觉得这叫做努力？那啥是努力？天天带名字夸我可以呀、啊？对，就是我宁愿人家对我没有什么印象。我在意你们，我都说出口的。我很在意你们。我哪不说出口了？把好的一面给大家，是因为。就是你们也没有责任承担我不好的一面，就是负能量的那面，没有必要让你们承担，就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谢谢奶茶。对，我粉丝经常会给我发一些想帮我分担情绪这种私信啊、翻牌啊这种，我知道，我很理解你们的想法。其实说出来也不会好受，就很多事情，啊，我这个人非常的过分，就是我连身边的人我都不会倾诉，就是我是那种有心事自己憋到底的那种，就是哪怕是再相信的人，可能父母啊、朋友啊什么的，我都不会去倾诉，因为我会觉得。好像也解决不了什么，对，除了实在忍不住。马上开骂？什么马上开骂？
啊，有事情就开始吗？对，还是分情况吧，分情况。不就压抑吗？还好，习惯了。就是你可能释放出来，反而让你更压抑，这种感觉。就是你压抑着是你的常态，所以你一直都压抑。然后你要是如果不压抑，反而就是会造成你的压力。确实，我知道，我每次憋屈的时候，你们也会难受。没有，不是卖萌，是我眼睛里有点起雾。你们有给我带来力量啊！你们，其实你们表达爱的时候就能给我带来力量。好喜欢我的双下巴，我知道，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我双下巴？我双下巴都没有之前厚了。你喜欢厚的双下巴？好像是，没那么厚。因为你们没有双下巴。行，行吧。我现在脸很尖。棱角分明，你好像形容一个粽子，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有时候，我这个人想象力很丰富，然后脑回路也很，有时候很奇怪，然后我就会有时候突然开始笑。然后身边人也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但是可能就莫名其妙就在我的笑点上。我吃了东西的，
我吃得进去，只是我不像平时，不像之前那样那么找东西吃了。艺术家是这样的。对，我最近吃的非常养生，非常养生。今天还要喝药吗？可能喝吧。小龙虾那个是属于青玉文送的，不吃白不吃是吧？不吃白不吃。原来是我美得你脸色苍白，这样的美是不是有点太壮观了？对，他现在是我的地毯。我美得你脸五彩斑斓的。你美得我好沉默。我现在比亚瑟还要沉默，我在直播。你为什么喜欢在黑暗中因为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开始 E 了，E 了，开始 E 了。开始了，开始。好想我，我不是刚公演了。快躺！因为我太累了，快躺！要我帮你吗？你帮我躺。嗯。你怎么帮我躺？我想想。替身文学，帮我躺在床。完成了，要开始剪了。扔床上有什么变态的？我给你扔地上，你看我变态吗？你要给谁扔床上？给你。这不好吧？你都要帮我洗澡了，有啥不好的？令人害怕。那你要让你体会一下我昨晚的害怕。
绝枪王者。我不要，我对帮别人洗澡没有兴趣，没有这种爱好。因为我是你们，对你们没有误解，只有低估。我对你们能有啥误解？好亮。暗黑风的小丑火柴，那是什么？我又不是你们，你们去吧。小丑还不如洛丽塔。对不起，你们飞了。洛丽塔，好啊，好啊，好啊，洛丽塔。又不让我们换衣服，想也是白想。那要是能换，再说吧。说吧，现在都不太好换衣服的。晚安，晚安。是，曼陀罗好啊。我要下播了，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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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